问题是这个，说今天中国还有穷人吗？我怎么没看见呢？在哪儿呢？我是在校园里等人，然后我读了这一条，那心情极端复杂。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，看见我们北大工地的民工提着安全帽，拿着饭盒从我旁边走过。我不想说他们是穷人，我不想用穷人这个名字来命名他。我不想用穷人，是因为穷人这个词在今天还有这么大的蔑视，还有这么高的不言自明的审判的力量。因为今天重新建立的就是富人的成功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，是他们的才能，是他们的奋斗。最近还有朋友开玩笑说这个话哈，说这个他这么富有还这么勤奋，让我情何以堪。好像是一个笑话，后面携带着整个结构。而穷人因为他们懒惰，因为他们愚蠢。如果富人这么说我不奇怪，很悲哀的是你听到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们，他们不断的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今天会说爹妈生的不好，怎么把我生到农村了，我能有什么命运。我特别朴素的分享说，我读大学的时候1978年我进入北大，我们是1/400的，400个里面选一个选中的进入大学进入北大的学生，但是在我的50多个人的班级当中，近1/2同学直接来自乡村，他们来自全国每一个省市，来自极端边远的乡村。而今天我们很难在一个新生班当中再一次看到这样的结构。穷家还能不能出娇儿，鸡窝里还飞得出飞不出金凤凰，不是个人的才能，而是资源的分配。